各位童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杨庭轩哈杨老师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各位童心，早安，有没有精神一点点？一大早，有啦哈，还是被困起呀？但你被食饭啊？哦，要喝咖啡找我们这位童心呐、啊，赖家鹤，啊、真的哈。 啊，那是要困起的童星哈，找我们这位童星有嘉宾啦。巧克力拿铁，哦，巧克力拿铁，购物黑咖啡，看你要喝甜还是不甜，这边都有供应。好、哦，哎，卖昆起柜台呀、啊，好、啊啊哦，那加喝哈。哎，等一下，我不要来一杯哈。哦、<laughs> 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是历史的轨迹，历史的轨迹，台湾的历史。 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认识很多的，还是认识很少？台湾真正的历史应该是舅舅的哦。想说自己哈、哦，读了七十年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教育的历史，应该觉得诶、欸，台湾的历史给给尴尬嘛？我认识啊。可是在我自己本身来台湾府上课之后，我才发现哦，自己对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历数。 认识的真的很少，因为为什么？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吼，不是自愿的啦，吼，是被逼的。啊，在座有没有人被逼的？有吧？有吼，互人逼来的对吧？我嘛是啦。啊，被逼来的时候，吼，就是阮隔壁一个阿姨，伊甲阮妈讲，诶、欸，台湾呐、啊，要变天啊，要换政府啊。啊，甲阮妈讲，阮妈回来就甲我讲。 诶、欸，台湾呐、啊，咩话政府啊？你敢知？我讲我毋知，我敢知影你何人骗啊？我讲哪有可能啊！你想讲有可能？头一摆听到的时阵，刚刚讲有可能，无可能吧？我无相信嘛。然后我们隔壁的阿姨就一直跟我妈妈讲：“啊啊呐啊呐。啊啊”然后我妈就搞我路啊，伊就讲无你陪我来阮当时就是新竹州的州办公室。她说：“你陪我去那边好，听听看。” 因讲啥台湾民政府是真的还是假？我讲好啦，给我妈好人骗嘛，我就不去。去到那里哦、喔，我们当时的州长就开始跟我们讲：“黑号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什么东西？”我第一次听到，我第一次听到，从小到大学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什么叫流亡政府，是不是？听不懂，一共几篇？ 然后又放那个什么证据给我看，然后放那个警察临检给我看，看完之后，路上回家的路上，我妈都搞我问，哎、欸，你刚刚怎啊假的？我跟他讲假的啦，因为我听无。然后我说我听不懂，什么流氓政府，然后什么警察，然后什么中华民国要走了，什么台湾民政府，我都第一次听到。我讲不办，不过我感觉好这哪有可能，我感觉你绝对好难骗。 然后过一阵子，我隔壁的阿姨过来讲，我妈就说：“好啦，叫我去上课，无可能，无叫阮查某囝去，叫我去啦。’我讲我哪有闲啊？她就说：“吼，你有闲，我知道你有闲啊！你帮我去听看麦啊，看伊是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我真的很不想来吼。啊，我妈都为透胀，加暗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讲，好好好好友好，有效嘛。 我讲好，安尼我去一趟，安娜会死心吧，对吧？我就来上初级班。我来上初级班，我得照认真、照认真来听课。我想讲要找一个漏洞嘛，对吧？看伊讲的台湾这个历史、这个地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啊！初级班选完，我得哈安娜满腔热血。 我就感觉吼，我听讲，诶、欸，刚人无讲的物件，讲我个几种感觉。从昨天上了几堂课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听到的东西跟外面所认知的都有点不太一样？我就有一股热血，我都甲阮朋友讲，我随甲阮朋友讲，我讲，诶、欸，台湾民政府吼是啊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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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经过一个晚上，隔天，伊就电好啊。 我讲，诶、欸，安、啊、尼你想干安那？要教我来上课无？我后礼拜要上高级班，阿、啊、看你要做伙来无？伊就教我讲，我甲你讲，我是十二号，十几年？你好啦、啊，呐、欸？哎，刚才就熟悉话，对了。我讲对吼，安尼我刚我才初级班刚上完，嘛毋是就教讲哎。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你吼，我著知影你。 单纯，你绝对无上网查，对不？我讲对嘞，你若知，果然是我好朋友，啊，就是在我的个性。我没有查，我就相信了。哎，有单纯吗？为什么？我就讲，我感觉吼、哦，台湾民政府偌久啊，几年啊，内底有有下人，博士也有，医生也有，律师也有。 比我高学历、高知识分子的就贼，我就跟我朋友讲：“轮到我来去问问题吗？”我讲该问的问题哈，几年来哈，该查的证据，啷侬查噶清清楚楚啊！我讲我有门诶的货啊，我还需要上网查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一体两面。我讲我不强辩哦，我讲我诶思考逻辑就是安 有滴只无，我讲安尼我卡巧吧，然后伊就讲好啦，无安尼。我甲你问，旧金山和平条约你讲恁是日属美战，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已经讲日本放弃台湾的民利请求权利，啊，为什么你还说是日属？我就改讲，我甲你讲，我唔知呀，为虾米？我初级班才刚上完呐、啊。 我嘛很捌啊，因为法理的东西哈，它很深。你有看过我们的《新台湾论》吗？唔是一本高高，你若是有材料，唔免一本半本就好啊。你讲台湾，啷个哩蒙啥你拢知要清清楚楚啊？这是我之后哈考郡守的时候我发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我即嘛唔知，你跟我交级班上完应该知啊。 大家所以今天带大家看到的是台湾的历史轨迹。Go 下面，让大家知道真正台湾的历史，不是我们七十年来读的流亡政府告诉我们的历史。你也我下面冇讲。大家知道 Formosa 是哪里吗？台湾。它在十三、十四世纪。 西班牙、葡萄牙人开始环游世界，打开大航海的世界的时候，“Formosa” 是一个美丽的意思，很美丽的意思。那他们呢？航海图从日本琉球经过这个岛屿，这是哪里？像台湾吗？不像。第一次看到，对不对？它是不是分成三个区块？ 是台湾，他们发现台湾，哇，怎么有这么美丽的岛屿，这么漂亮？所以他们就把 Formosa 这么美丽的名字赐给了台湾。那当时这是我们最早期的台湾的航海的地图。那因为那个时候呢，航海的技术不是很发达，才会画成这样。这是错的啦，这是错的。可是这是台湾最早期的地图。 那大家猜猜看，熊炸在台湾 f 萨岛屿活动的外来的民族是谁？又快埋，荷兰，还有吗够吧，西班牙，荷兰、西班牙够吧，葡萄牙，对吧？这都是我们读的历史，对不对？最早是谁？ 最早是日本，在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 Formosa 活动。他是一直到一六三三年德川幕府所国政策禁止日本人赴海外发展，才开始转让停止的。日本至少比中国早三百年以上，在台湾的领土土地居住跟活动，这个都是在历史文献上是有的。所以最早的不是。 葡萄牙人不是西班牙人，不是荷兰，是日本。有没有跟你读的不一样？为什么？刚刚讲到的荷兰，荷兰呢、啊？他当初要进台湾 Formosa 活动的时候，他还要经过日本的德川幕府的许可。他每年。 荷兰哦，每年要向日本的德川幕府进贡三万张的鹿皮，我才允许你来台湾活动。所以，公这些日本很早它就拥有台湾的主权。所以荷，荷兰连荷兰都要经过日本的许可哦。阿伟虾米，大家知道荷兰为什么要来到台湾？它算是我们历史上比较一个有外来民族哈，比较有制度系统控制台湾的。 第一个民族国家，那为什么你要来台湾？因为当时哈，中国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讲，他们什么东西是欧洲人最喜欢的？五郎在吗？罗啊，唔是丝绸对，丝绸有不？然后跟什么瓷器？ 嘿，丝绸、hey, 跟瓷器是欧洲人那个时候，中国来讲，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个宝，有很高的利益价值。他们那个都好像文物一样，供奉在博物馆那样子。所以当时呢，欧洲包括荷兰，它崛起，荷兰印度公司崛起的时候，他也想要分这一杯羹，他也想要这个利益。 但是他要这个利益的时候，最早期的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他们已经占据了厦门、澳门那个地方。那荷兰呢，已要垂一个所在做一个什么转运站，所以他最早的时候是选澎湖。不过澎湖离当时的大民国就近诶，伊刚刚有威胁，社工已派兵把荷兰赶出去。 那从澎湖赶出去之后，一个被算嘛，他就选了台湾。那台湾那个时候呢，日本他刚开始是日本允许他进来，那一直到德川幕府锁国之后，也都帮荷夷啊，所以我们就被荷兰有统治占据过一段时间。哎，廖盖，刚你谈的有虾米无讲？对不？ 所以我们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已经奠定台湾是很重要枢纽的地理位置。可是，在这个时期呢，中国的汉民族，就是当时的大民国，因我们咱亚地球是圆的哦，我们咱亚公需要去绘制海图，要去发展航海的时代，他们很封闭，很封锁。 可是，这个代表什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造就台湾以后的历史悲剧，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很落后，他们封闭。那你说到当到后面中国再来统治台湾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是惨剧。所以，从现在开始要放大检视我们读的七十年来的历史是错误的。 是被捏造的，你要很清楚台湾真正从以前到现在的真正的历史地位。这个是我们 Formosa 一个政权轮替，大概的转移。一六二四年，日本让与荷兰；一六六二年，荷兰让与郑成功。郑成功大家都知道了哈。一六八三年，郑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 一八九五年，大清帝国让于日本。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日本正式将台湾编入他的国土的一部分。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因为战败，被中国人占领到今天。那我们刚刚讲到政权的轮替，荷兰，对不对？ 他有没有真正过拥有台湾的主权？刚屋，他占据的地方有哪里？现在看到的大概这个紫色的地方，刚武可以过红毛城，哇，我可以升个了，抵淡水对吧？那个时候就是荷兰的勒兰遮城，那时候他们盖了这个，像是他们的一个占领的军事基地，然后来控管台湾。 那荷兰他把台湾当做什么转运站嘛？当然不会好好的建设台湾，不会好好的对待台湾的人民，所以那时候台湾的人民很可怜。一 o u g i v 荷兰人叫什么？红毛鬼子，对吧？阿猫啊，对。那时候台湾人一样都是被欺压。那再来呢？荷兰转给郑氏王朝，郑成功。 郑成功又拥有台湾吗？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真正的主权？他拥有哪里？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红色的部分，安、啊、有些定不？是不是也只有一点点？啊，大家知道为什么郑成功要台湾？反清复明,明，对哦。哦嘿，中华民国历历历史都读得很好。呵呵呵 他当初就是为了占据台湾，为了要什么反清复明。当时中国的大清国，所以占据台湾。那占据台湾会好好治理吗？不会嘛，都是有目的的。那会好好的对待台湾的人民吗？也不会。那只是因为华人跟华人，所以赶走了一个阿嬷啊，阿哥有啥咪？政程嘛，无、啊啊、较好。 然后，台湾的领土占据台湾领土，马嘎那安那尼亚。所以，从荷兰到郑成功，都还没有人真正拥有过台湾主权呢、哦、再来，我们所认知的大清帝国，这张图有没有看过？有哈？为什么只有一半？这个是我们的西半部，对不对？ 大清帝国对台湾的领土有效管辖，不给予 Formosa 的全岛，仅限于六个汉人屯垦区，就是只有西半部而已。为什么？我们有看过赛德克巴莱吗？不有没有很英勇？这是我的猎场，你如果要侵入，直接咳，头就砍掉了，对吧？ 所以这个是什么表示东半部啊？从荷兰郑成功一直到大清帝国，都还没有真正的被管理统治过。大清帝国在台湾占据多久？不，朗仔阿伯，归你两百一十二年，安拉有故不？已经久到可以让台湾的人民误认为他是祖国，不吧？ 因为修故啊，可是大家知道，大清帝国在统治台湾的目的又是什么吗？他会不会认真的好好的管理台湾？大清帝国所认知的台湾，当时我们上一个是不是看到郑成功？他的台占据台湾的目的是什么？反清复明，对吧？那大清国被改消灭，收复嘛？收复之后。 我跟你讲，大清帝国当时的皇帝其实他不想要台湾呢、欸。伊刚刚吼，台湾是一个画外之地，他觉得离我的大清国相横啊。我搁要开钱，搁要开人力物力去改决、管辖建设要不要钱？管理要不要钱？哎不，伊刚刚就麻烦呢、欸，伊不想要爱台湾。可是当时的施琅。 知影无？有读过了。诗人伊就甲大清帝国的皇帝讲，伊讲吼：，你来台湾安尼刚好安尼，各好人有心人士各占据，然后各反清复明一盖，安尼是毋是得不偿失？啊，毋个大清帝国的皇帝讲：，我无想要开钱啊，我嘛无想要改管啊，我讲就横啊，伊也无开发啊？为什么这么久以来台湾一直没被开发？ 荷兰、正成功，我刚讲的重点是不是都没有很认真管台湾，也没有控制过整个台湾？那你说台湾它会一直不管经过多少年，它是不是都还是很落后？那包括转到大清帝国的皇帝手上的时候，它一样是落后的。所以大清帝国皇帝不是没矮，可是师琅就给他建议他一个安内瓦侯利杰建议。 台湾哈，利用班兵制度，台湾不足城来给台湾控管。什么叫班兵制度？你不要准开机，我跟你讲，文武官员嘛，你管理一个地方，要不要文官？要不要兵？要不要武官？班兵制度三年为一任。我今天派你，我们讲文官，我派你到这个地方治理。 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桃园县长了哈，桃园县长来这边，他从中国来到台湾的时候，来回我们给他扣掉半年，坐船嘛，对吧？剩两年半。啊，你来到这里，然后熟悉这个环境，乡民、里民，要几年吧？差不多吧？啊，存外股，几年哇？几年哇？结束了你。 一定抓对，爱登去点搞。回到当时大清帝国，为什么他把你的官员的家属都扣押？为什么要扣押？因为他怕你反清复明，所以他派兵去，派官去。他心不甘情不愿，他怕你去那里跟当地的人勾反清复明。所以我给你一个条件，你去那里待待完。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让你升官。但是呢，你去那里，我又不给你很长的时间治理。我刚刚讲，他剩下一年多可以做事。你把文案写一写，想一想，要怎么建设台湾？你得被造啊！我问，那是你，敢要好好做，敢要好好做代志？啊，台湾是宝岛了，台湾物产丰饶，一年三收。啊，我在台湾可以做什么？ 贪污，是不是？我能挖就挖，能剥夺就剥夺。我刚要好好做代志，我嘛无时间吗、啊？我处理的人嘛无地家啊，我也没办法落地生根。这就是当时的文官啊，武官哎、欸，派兵，伊嘛无寻味啊，皇帝嘛无也不要啊。他就说：“呵，司郎给他建议，你就募集当时中国的谁？” 流浪汉、无业的流浪汉、农民来台湾当兵，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落差，这样子的水平，来台湾再配上这样的五官，包括来台湾当兵，马西三年一任，弄是赶快呢。那台湾就算被大清国统治两百多年，又是又会怎么样？ 是一样落后，会有建设吗？那台湾人民是不是一样被欺压？然后呢？因为这样子的制度，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两百多年就是一直怎样，革命，一直抗争。台湾人想要争取台湾人自己真正的地位啊！经历过荷兰、正成功，到大清帝国，都没有人要好好的对待台湾人呢、欸。 然后台湾不足城，什么意思？我无我无想买开支在台湾，我无想买建设，所以讲县政府我也不盖，来自理台湾也不盖任何的城，这就是当时两百多年的大清国对台湾的制度。安内林刚刚，一个是咱的祖国吗？刚是，我们读的历史里面刚有讲知、这个。 唔够，是这是真诶啊！台湾真正的历史都是安呢。所以台湾人就可怜呢。一路唔知道哦，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被欺压，被中国也是，还两百多年加雇。那我们的亚洲四小龙怎么来的？经济奇迹怎么来的？是日治的五十年才有现在的之前台湾的经济奇迹。 这加是金价，台湾的历史。大清帝国一八八七年才完成台湾的建省，意思是说什么？台湾刚刚看到我们那个地图，Formosa 是不是只有西半部？两百零四年后才宣布台湾要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哦。啊，并入版图是他的吗？刚是大清帝国，哎，不是，为什么？ 因為他一个呢，几百年，他只拥有台湾一半的主权，所以台湾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哎，你要干嘛？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文化上的认知？我们为什么会有错误的感觉說？说哦，好像黑熊问的祖国，因为两百多年无故吧，就故哎吧，足以改变你的心里面的一个文化的。 心理的寄托吧，够了吧？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被冲击文化？台湾啊台湾原本的住民是谁？平埔族、够高山族，对吧？可是我们平埔族跟高山族原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是以女性为中心，就是母系社会，对吧？我们没有，我们拜物教，没有族姓，没有祭祀祖先。 没有文字，没有书，只有什么？这个代代相传、灵魂不灭的传说，一代传一代。我跟你讲哈，阮几辈哈，我、哦、勇敢，我英勇。然后我们的传说哈、哦、是怎么样哈、哦？射日，不吧？然后咳咳你只要勇敢的，我们出去狩猎，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 勇士，他告诉你的文化是这样，可是你没有字，没有共同的语言的时候，会怎样？只要有外来有系统的，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统治你了？你要台湾一直没有建构自己台湾人的主权，因为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自己的书，所以才会没有国家。我们当时是部 所以被人家统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被统治了。可是我们自己台湾人，我们要很清楚，台湾人自己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原本是这样的，我们不喜安那哦。社会公所有的东西都是外来，你不刚刚台湾就给拐吗？台湾为什么有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对不？我们的高山族大部分都是信，基督教，为什么？ 在荷兰时期，被荷兰统治的时候，他们没有要建设台湾，可是他们对一个东西非常的认真，就是传教。在通商的时候，以台湾为转运站的时候，他们派了很多的传教士，改变台湾的文化，尤其是针对原住民，他一直教导他们西方的基督教的文化，然后。 所以台湾人他们到现在有真的去想过说，哎、欸，为什么？哎、欸，台湾明明都是一个所在娘，为什么有东西方的文化？哦，就在信基督那个基督教，然后就在信佛教、道教 <coughs>，是不是？正常一个国家应该大部分会是以一个文化为主，为什么我们会有东西合并？ 这就是台湾的历史。还有什么？二月份都要什么？没过年呀，对吧？过年刚是台湾的文化，不是哦。过年、中秋节、端午节，三节都不是台湾的文化哦。这东西未为都以来。 中国，为中国来，在大清帝国统治台湾的两百一十二年所带来的文化的教育，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本土台湾人原本是什么，安、哎、有了解所以，我们原本是以灵魂不灭为传说，后来因为。 殖民的关系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才是台湾真正的历史 <coughs>。这个会造成什么？集体潜意识的文化就 come by 哦，会造成台湾人心里面每个人认为说，哎、欸，我好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刚才是为中国来的，是不是？好像钓国刚是咱的祖先，会有这样错误的认知哦、喔。 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最早最早期，最早最早期来到台湾的外来民族其实是日本，因为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给我们的七十年的历史课本，他没有写过真话，我们读的都是什么？康熙，不吧？乾隆，还有谁？慈禧秘密生活，不吧？大概读的都是这些吧，但是。 对台湾真正的文化，他们教的非常的少。那大家有看过这一张吗？这个就是《马关条约》，日称《下关条约》。一八九五年，大清帝国皇帝正式将台湾及澎湖永久让给日本天皇。这边我们有看到大皇帝陛下及大皇帝陛下签的合约。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喔，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有没有东纬度？然后哪里哪里诸岛割让，这个叫什么？他是,是把台湾澎湖的地图写得很完整，这个叫做土地权状，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土地权状。 大清皇帝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后，从1895年开始，一直你追溯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条款再将台湾及澎湖割让出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找不到土地权状在割让了。伯公没后人啊，马伯公挂后人啊，所以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割让给日本天皇。 你到现在土地权状都还在日本天皇手上，那你说台湾这块领土权是谁的？东来马是日本天皇的割、啊、让给日本天皇之后，台湾分为什么三个时期？讲到这里，有没有人会觉得有疑问說？说跟我当时初级班上课，令台湾民进啊，老师哎，你不能对就好、欸 不够啊！我太历史啊，咁样不是安呢，对吧？咁样嘛有讲客户吧，有吧有嘛<有>？有。不是说哈，完全就是这样。因为日治时期分为三个时期，前、中、后。五十年嘛，差不多前半前这前期，差不多约二十年左右。那个时候，前期五官的后藤新平。 他刚开始接管台湾，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问题：台湾怎么这么落后？一家子丢。然后不要吓一跳啦，他日本兵来到台湾死了三四千人，为什么？为什么？病死的，因为台湾非常的脏，卫生环境脏乱，他们没有想到。 大清帝国是不是统治台湾已经两百多年？高海塞加落后，因为他从来没有认真治理过台湾，所以他吓到，而且他还发现一个重点：哦，台湾的东半部，哎、欸，怎么没有统一？嘿，没有被统一哦。那时候要怎么办？日本人他就依照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去问美国说：“哎、欸，那东半部。” 安内、啊、没有被统治，安内贝阿纳，美国就跟他讲：“你要用我们美国统治印第安人的方法，武力征服哦，因为他是部落嘛，你一定得先用武力统治了，建构完整的主权之后，你才有办法实施你所要实施的制度政策。所以那时候就有我们所谓记忆中的抗日。” 那时候我们的义民军抗日，我们用什么？这个第二个倒菜的，然后跟日本兵对抗。哎呀，洗漱，懂了吗？洗因为台湾人一直以来都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无法懂啊。Intech，<coughs> 他们拿枪，我们拿这个。但是呢？ 日本啊，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之后，他发现他们怎么记录台湾，士可杀不可辱，台湾的民族精神非常的让人佩服。所以这是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评价 <coughs>。所以刚开始的二十年左右，他还是将台湾当做殖民地，然后用殖民主义来严密的控制台湾的社会。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当中，好像日本人有欺负台湾人可是你们知道这个人后藤新平，他不是只有过而已哦，他有很大的功劳。很大的功劳是什么？我问一下在座有谁已经办了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举手。有、哦、这么多人，那请问一下，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时候，叫你们去申请什么？ 日治时代的户籍成本，对吧？请问一下，我下面写日治时代，唔写大清国时代，为什么？为什么要申请日治时代？不是申请大清国？清國对、哦、因为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已经这么久了，两百多年的大清国时期，一直到了后藤新平才有户口普查。 一直到了后藤新平，他才将台湾的家家户户、领到有几个人、领口罩有几个人，一家家地调查个清清楚楚，你才有户籍成本哦、喔。大清国从来没有认真的管理过台湾，他管你有多少人，死一个算一个，不被差吧？一直到这个时期，台湾才建立了户户籍成本，所以我们申请的是。 日治时代的伊成本，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缘由是什么吗？所以你说他有多少的功？他做了多少事情？土地调查、户口普查、卫生、农业、科学、工业、警察、交通、教育，他做了非常多的建设。收复台湾主权之后，在台湾他发现哦，盖了一大堆医院。你看看你熊那啥啊？ 太恐怖啊！所以培养出了什么很多的医生。所以到了一九零四年的时候，台湾的财政已经完全自主。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我刚刚是不是一直有提到荷兰郑成功一直到大清帝国，他们都不想要在台湾花钱，因为你台湾建设弄一弄之后，你就要花很多的资资源嘛，对吧？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 台湾啊，是宝岛。台湾本身气候温和，然后台湾的物产丰饶。你好好治理台湾，台湾除了自给自足的能力之外，它还可以供应很多的其他的东西给别人哦、喔。这、就是台湾，所以台湾为什么叫宝岛？日本知道，所以当时他发展台湾的建设之后，台湾已经。 可以自给自足了，所以那时候的公共建设甚至比日本的内地还进一步。台北的下水道是亚洲第一哦，亚洲第一。那你看台湾当时的建设有多么的先进？那到中后期呢？田健治郎的时候，田健治郎他是文官，我们刚开始后藤新平是武官。 到田健治郎文官统治的时期，还有当时的首相袁静那他们就想说：哦，台湾是一个孤岛，那我从日本、琉球，安内延伸到台湾，把它南瓜成自己的领土，好不？哪些立例？不，今后嘛，那那时候要做什么？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它有一些条例，它就依照这些条例，打算将台湾纳入为自己的国土。这时候政策就一百八十度转变，他开始做什么？皇民化政策、同化政策，大家学什么？r 一五、e、A 哦，o, 对吧？然后语言要一样嘛，然后观念让台湾人如日本人一般效忠天皇。 日台共血，台日通婚，然后任用大量的日本的精英来建设台湾。大家知影八田雨衣吧。我听下过吧。八田雨衣是像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震撼亚洲哎！八田雨衣呀，没有他就没有台湾今天的什么。 鱼米之乡，他所做的建设啊，大家知道，他这个雕像在那个乌山头水库，听说很漂亮哈、哦，那是吴英诶，可以送。我们纪念他，他当时参加什么？嘉南大郡乌山头水库、台北下水道、高雄港、台南水道、桃园大郡水利发电，他成为日治时期很重要的。 土木化的现代工程，乌山头水库啊，还是世界第三大的水库，世界哦，第三大水库。哎，那我刚刚台湾我搞不？啊，台湾五高是谁的功劳？是大清帝国吗？是日本。所有的建设都在日治时期弄来。那我们一个建设十年、二十年。 那大家知道，台湾画那个日本画台湾的建设蓝图，一画是几年？几年？几八年？一画就一百年。所以大家知道，台湾到现在很多的建设蓝图都还在沿用日治时期的蓝图。到现在哦，噶吉嘛，流亡政府中华民国都满是弄给永黑哦。所以很厉害的是在这里。 所以大家知道台湾的历史是怎么样演进到现在？亚洲经济四小龙是谁奠定的？我有时候读到这里，我就会心生生。大家想说，如果我们没有被落后的中国统治，台湾到现在会是现在这个光景吗？还会马路天天在挖吗？没有钱就去挖马路，会吗？台湾可能到现在是会很进步的一个国家哦、喔。 所以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知道的纵贯铁路，不报高雄港、台南、安平、机场，全台的发电、水利发电、资讯传播，资讯传播也是一个建立一个国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基础，媒体嘛。 那那时候就会发生很多的经奇迹变化，那台湾人就会有时间，对不对？看书啊，打棒球，发展什么画画啊的文化。所以大家知道吗？现在的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一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哦，台湾当时的经济基础就已经比它进步一百年。 那大家知道我们后来发生的历史悲剧，被落后的中华民国统治的时候，这就是原因。因为你会有文化上的落差，所以日本它已经建立了什么司法机关、警察、护政、农会、金融、财政体系，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普及全岛初级教育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书可以读的时候，你会不会随地大便？会不会随地尿尿？ 你是不是就有一个道德观、道德素养？这都是演变日后一个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现在看到什么五五、啊哦，得当啊。那大家看到他们都什么？跪着读书。人跪着的时候他，他训练为什么要训练台湾人这样？ 有一个武士精神嘛？日本的武士精神是不是很令人敬佩？所以当时训练台湾的一些初级教育，然后贯彻台湾的人的一些文化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精神。那这个五睡吧，有没有看到他们穿的鞋子？這是不是白狼那五哎呀，唐青，我开始讲这张话我妈看到的时候，伊甲我问讲，哎、欸。 因为有爱亚唐琴了，我跟你讲，我迄当阵读册时阵无爱亚唐琴。我讲你迄当中，是，我嘛迄当中读册时阵是什么时期？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统治的时期。那日治时期的时候，无爱亚唐清，流亡政府统治台湾的时候无爱亚唐代表什么？代表退步了嘛？然后这一张是。 什么？我们在台湾日治时期第一所成立台湾人读书的学校小学，然后这一张是台湾的小学生打赢日本小学生棒球比赛的一个合影留念。可是这个又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台湾人当时的文化是吃得饱、穿得暖，你才可以有时间打棒球嘛？ 你够三顿够时间打棒球、画画吗？不可能。你一定是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稳定的社会，你才可以发展很多其他的艺术嘛。这个陈诚波很多人认识，他在日本地展的入选。可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么多的精英，包括陈诚波，后来是怎么死的吗？ 对，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他怎么死的。那大家看到的，一八九五年大清国统治下的台湾，日治时期改正后宽敞道路，哎、啊，那有差不？有没有差很多？差很大。所以这个两百多年哦、喔，啊，这个才五十年哦、喔，这就是有心治理台湾跟没有心治理台湾。 所以，本土台湾人还说，我们是属于中国的，他是我们的祖国吗？差很多。一直到什么？我们后来颁布了诏书《明治宪法》。这个诏书颁布代表了什么？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昭和天皇颁布了《明治宪法》，从此。 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历史重要的转折的地方。现在看到的这个地图是日本的地图，这是日本啊？这是哪里？台湾啊？呢？是不是在一起？已经并入为日本的国土之一的。那依照当时我刚刚是不是有讲？依照《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要将台湾并入为日本的国土一部分，它有很多的规则嘛？ 包括什么？赋予台湾人参政权，还有下达征兵令，都做了。所以，当他颁布《明治宪法》的时候，就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先例哈。刚刚是不是有看到我们签订《下关条约》、《马关条约》？我们在签订那个的时候，原本哦。 是不是大清帝国将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里面的条款还包括了一个辽东半岛，还包括了大清帝国的辽东半岛。那时候就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他说：“收蛋子嘞，没塞哦，因为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起源地，就是当时的满清的奉天。” 一共，黑是因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袂使挂后日本。所以当时日本说好，所以日清又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日本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去，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那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台湾还可以再被割让吗？不行。 然后再加上刚刚从马关条约、下关条约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条款你找得到土地权状有在签给人家，所以台湾这块领土是谁的？日本天皇的，到现在他的法理地位都还是这样，所以这样了解吗？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也是重点，美日太平洋战争，让大家活动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回来好不好？ 好，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好，休息十分钟，谢谢。